咁今日呢個 Italian Wine Virtual Tour 咧，其實就係為咗 media 特別設嘅一個活動嚟嘅。咁就係咧由我同埋呢個意大利商務專員公署一齊合辦啦。希望咧喺而家疫情期間，大家仲未可以去旅行嘅時候咧，可以咧透過葡萄酒同埋食物啦，可以去到三個意大利最多人去嘅城市啦，包括有米蘭、呢個威尼斯同埋佛羅倫斯咧，去感受一下真正嘅意大利味道嘅。清清。